面对国内医美诊所的泛滥以及诊疗品质的参差不齐，该如何慎选一家值得信赖的医美诊所，是许多爱美女性的共同困扰。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位医美界的楷模张超祥医师，分享他如何打造有温度的专业医美诊疗。在诊所精心打造的环境中，可以看到病患惬意地等待看诊，为的是能够体验专业、亲切、高品质的尊荣服务。像一般诊所的话，就是比较冷冰冰啊，然后医生可能不太理人。那来到张医师这边的话，就是医师还蛮亲切的，然后专业又细心，那让我觉得很安心。眼前这位专注为病患检查皮肤状况的人，就是在医美领域享有盛名、已有20年专业资历的张超祥医师。有一次，爸爸因为急性的腹痛，诊断是这个胆结石的一个发炎，妈妈几乎是跪着去求医生，我觉得非常不能接受这样子一个医疗的观念。我个人非常重视的是医病的关系，对患者的能够设身处地的去同理心去理解他的一个想法。20年前，张医师创建了桃竹苗地区第一家皮肤专科诊所，一路走来，坚持以最高规格的医疗标准自诩，期许能成为国内医美市场中的标杆。从80年到现在106年，这25、6年期间呢，整个也是见证了所有医学美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严格，这个中间整个在这快速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之中，当然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，也不断从丰富的一些经验去累积，然后让患者能够得到最专业然后的治疗，然后找回自己的自信。张超祥医师除了在医美领域学有专精外，在马术领域也具有相当的水准，也让他培养出在医美诊疗中的细腻精致及有效率的专业态度。骑马运动，我想其实回馈到我自己工作上，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在性格上的一个淬炼，也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熟度，能够来面对我在医学上从事时候的一些问题的解决。今天我来做冰雕减脂的部分，来处理我在意的蝴蝶袖部分，让我变得更有自信，所以我真的很谢谢张医师。为了提供病患全方位的服务，张超祥院长建构了完备的诊疗项目，透过经验丰富的医师团队，致力满足每一位爱美女性的需求。我们的特色，第一个，我们的医师是最专业的，比如像我部分医学美容从事25年，另外一位我们副院长医师也是跟我们同一期的皮肤专科医师，也接受所有医美各个项目的一个训练跟认证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。除了在专业技术上力求精湛外，张超祥院长更在院内建构了一系列的顶级设备，让病患享有与世界同步的医美服务。不管任何新的仪器、新的一些治疗技术或产品，都会先到我们诊所来做一些部分的评估，那等到一些参数由我们去经验上去建立之后，我们再去当种子医师去跟各位医师教导说哪项仪器的使用，不管在燃脂的，不管是在这个美白的部分等等部分，我们当然都拥有最新的这个跟世界同步的一个仪器的一个使用。迎接新的一年来临之际，也是许多女性从拟定变身计划的旺季，针对现今医美界的最新流行趋势，张医师也提出了精辟的解说。我们永远的努力就是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，希望患者想达到怎么样的部分，我们努力去研究跟发展。所以我觉得不痛呢，是将来任何发展也日新月异的这些不痛的然后轻松的医美治疗方式，让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，不但是动龄，甚至是逆龄。张超祥医师的不变初衷，让他不仅成功打造专业医美诊疗新境界，更帮助了无数病患重新找回美丽与自信。让我们最坚强的医美团队和您一起努力，打造童颜逆龄，重拾自信与美丽。
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金鸡报喜，大吉大利，赢得先机，恭喜发财。